加以谴责。作为议员又好，作为呢个公众人物好，作为呢个民意代表更加咧，见到一啲唔正义、唔恰当、唔公平嘅嘢咧，绝对唔可以喺私底下摸杯底搞掂啊！呢个就黑箱政治。你作为一个嘅公众人物，作为一个嘅公众事件，觉得唔啱嘅咧，特别所谓有啲人咧，真系可能系教狗屎法律嘅，我唔知点咧，系嘛？就翻啲法律性嘅問題咧，更加要指出呢一個嘅法律性嘅問題。陳偉賢，我認為陳偉賢議員係有所指，我覺得佢係冒犯緊我，因為啱啱我自己本人講咗咧，我係唔認同喺香港嘅立法會咧係作對呢一類嘅動議咧係作出投票。咁好明顯咧，佢係指緊我，而且咧佢係話教嗰啲咁嘅咩法律。梁美芬議員，梁美芬議員，因為你嘅我要求佢咧係收翻佢嘅言詞。梁美芬議員咧，係要求陳偉業議員收回你剛才嘅説話，佢認為係有冒犯性。我主席，如果有啲人自認教狗屎垃圾嘅，佢咪自己自認咯。主席，因為會議常規好清楚咧，你一定要指明。主席，即係如果即係教法律嗰啲唔識法律咧，就叫佢即係自己即係轉行啦。主席，我諗你主席你裁決，究竟頭先我嗰個嘅發言裏面有邊一部分係指邊一個議員咧？你嘅發言是否有特別指我哋本會嘅議員咧？我主席，頭先我個發言好清楚，即係嗰個內容係點樣，我冇任何名字指邊一個。如果有人對號入座嘅，我歡迎佢對號入座。主席，梁美芬議員喺法律上面咧，含沙射影咧，一樣係可以係指，即唔使講個名咧都清楚嘅。所以咧，我自己係認為咧，陳偉業議員係若有所指，我亦都要求佢係收回，我亦都要求主席咧係裁決嘅。梁美芬議員咧係堅持陳偉業議員收回佢剛才嘅發言嘅説話，陳偉業議員咧係拒絕。咁為咗要睇清楚咧，陳偉業議員剛才嘅説話是否真係對我哋嘅議員係有冒犯性咧？我現在暫停會議，會聽翻剛才嘅錄音。我現在咧係要就剛才陳偉業議員發言當中是否有對立法會議員有冒犯性、侮辱性的言辞是作出一个裁决。各位议员，根据我们的议事规则，凡是对立法会议员有冒犯性、侮辱性的言辞就不合乎规程的。那里所说的立法会议员是不一定要指某一位的立法会议员。刚才陈伟业议员的发言里面，我相信是有两段说话是引起梁美芬议员的意見嘅。陳偉業議員咧係最初係講過，有啲議員係批評嗰個裁決咧粗疏，但係協於表決係做逃兵。呢一段説話咧，我不認為係屬於對議員係有個冒犯性或者侮辱性。喺議會裏邊，議員之間互相批評有一啲言行咧，過往亦都有一啲講法咧，唔一定係個嚴厲嘅程度咧低過陳偉業嘅呢句説話。跟住陳偉業去講咧，特別所謂有啲人教我引述佢嘅説話狗屎法律，嗱呢一句説話咧，我認為係有冒犯性、有侮辱性，但係咧佢嘅講法係。特別所謂有啲人，咁我哋反覆去聽翻佢嘅講法，而且事後我亦問翻陳偉業是否指本會嘅議員咧，陳偉業亦冇指明係本會議員，所以咧，儘管呢句説話，我認為唔係恰當嘅，我亦希望各位議員咧喺會議廳裏面發言咧，都盡量避免。使用一啲咧係有啲侮辱性嘅説話，但係咧並冇明顯係指立法會議員、本會嘅議員，所以根據我議事規則咧，我係不能夠裁定陳偉業呢句説話咧係違反咗個議事規則。謝禮賢，你係規程問題。係規程人，主席啊，我想問一下，有啲人立法會都係人，
有時咧，就係有即係喺依度在座都覺得聽咧，個個都好似自己講係梁議員咁，我覺得呢個係有冒犯性。我希望阿陳偉業咧，就係即係男人大丈夫可以收回佢呢段説話咯，咁咧就係好啲。石亮議員，梁美芬議員，主席，我認為咧喺過往咧，就住臭坑出臭草好出名嘅梁耀忠議員嗰陣時咧，都係被裁決咧係有冒犯一啲佢冇點名嘅議員。上次詹培忠議員亦都被命令咧，係向吳凱儀議員道歉，都係冇點名嘅。主席，我對於你呢個裁決咧係不滿，而且我會係離場抗議嘅。今日我唔會再翻嚟參與呢個立法會嘅會議。梁美芬議員，你當然可以離場，但係我亦同大家説明，既然梁美芬議員提及兩個之前嘅先例咧，我亦同大家解釋，佢講嘅第一個。梁耀忠議員咧都在座，當會記得當時主席咧係問梁議員好清楚，你呢句説話是否指本會嘅議員？我正話一開始已經講咧，我哋41条議事規則41条，並冇話一定要指某一位議員。凡係對立法會議員有冒犯性嘅咧，就係屬於不合規程。當時嘅梁議員好清楚指。是我這句說話是有指本會的議員，就是基於這個這樣的理由呢，當時的主席呢就裁定那句說話呢是違反議事規則的。何中泰議員，主席，因為正話呢那個說話呢，陳議員的說話呢是指明是教法律，那個九市法律，但是教呢教法律和傳譯法律的教職只是得梁美芬議員一個，我覺得很清楚是指明就是他，不會是第二個。有些尤其不在這裡議事廳，議廳是第一位是真的傳譯教法律，我相信這個就很明確的，這個我的看法。我明白你的意見，我們亦都詳細再聽過那個講法。陳偉業議員當時是說有些人是並沒有提及議員，我們在這個議事廳裡面發言的時候亦都經常會提及到一些議員以外的人士嘅，謝偉俊議員，你都係規程問題。主席，冇幾耐之前，本會發生一啲粗口事件，令本會整體聲譽蒙羞。謝偉俊議員，閣下難辭其咎，因為你執法不夠公道、不夠嚴謹。如果你揚容佢呢種計制落去嘅話咧，以後會更加多呢啲事件發生。謝偉俊議員，請你坐低。主席，如果任何立委會嘅所謂冒犯性嘅語言咧，同法庭嘅誹謗有類似關係嘅話咧。唔需要指名道姓。謝偉俊議員，請你坐低。嗱，我哋咧唔係要進行一個辯論，我亦唔認為主席所作嘅裁決咧應該喺會議廳裏邊進行辯論。如果議員對於我作嘅裁決係有意見嘅話，我好樂意喺會外聽大家嘅意見。有關陳偉業議員嘅發言同埋梁美芬議員嘅要求咧，我已經做咗個裁決。我希望大家亦都尊重呢個裁決。陳偉議員。主席，越是狗屎垃圾嗰啲人咧，就真係越係對呢啲嘅即係良知嘅有關嘅問題咧，越係敏感嘅。呢、這個正正係即係人嘅良知嘅重要性，係嘛？所以我呼籲所有嗰啲教狗屎垃圾或者本身自以為自己係狗屎垃圾嘅人咧，應該要就翻劉曉波嘅案件同埋嗰個嘅即係不公平、不呢個嘅合理。嘅判刑，特別11年嘅判刑咧，應該係仔細再睇睇呢一個嘅08憲章。